欢迎收看《机动战士钢弹 Online》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是5月31号中午11:30。为什么今天啊星期三？为什么今天是在这一次这一集是在星期三录，不是星期二录呢？因为星期二我刚好有点自己的事情要去处理，所以我改成星期三。而且这个礼拜好像并没有维护的样子吗？我们直接看一下机体的熟练度就知道了啦。是的，这个礼拜并没有维护，因为已经过了星期二了嘛。可是我的专用机积分还是在3500。对，我一天的时间不可能弄到这么积分这么高啦，所以这应该是前几天弄到这么高，所以这礼拜是没有维护的，应该是因为四天连假的关系。然后这边有每日扭蛋具，我们来抽一下好了。那其实这个礼拜既然它没有维护的话，想必也没有更新扭蛋机的部分啦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我有点想要换加贝拉或者是卡贝拉，但是我的反力精兵还是只有57啊，真的是那时候不应该换 S 钢的，应该要把那个反力存起来，我就可以换得到卡贝拉，这是一个决定上的错误啊。不过 S 钢还是很帅啦，偶尔拿出来炫一下感觉也是不错啦。那我们就直接快速开始吧，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哇，好快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参战吧。OK， 我们抽中的是这张地图。那这张地图它好像是大河并不是小河，所以这张地图我不是很熟，所以我的配置是这样子的：两台脑波萨克，一台吉姆后期自然型，一台 GP01 用来运河用的，就是或者是帮人家补河用的。那这一台脑波萨克是之前我就有拿到的租用机体租用券啊，所以我就想说开来用一用算了，反正这边这台机体我也不知道要选什么。对啊，那我就直接开始吧。然后有人说 ZC 一波，真假的这么远呢？好像有点难哎，尤其是我是脑波萨克啊。如果我是有开那个榴弹机体，比如说萨克坦克，或者是另外一台水中的，我忘记叫什么了，象鼻啦，对，象鼻，它的名字其实不叫象鼻，但是通称大家喜欢叫它象鼻这样。那我还是选 XA 一波好了，因为 ZC 我不确定他们到不到得了哎。我想一下，好，算了，我就跟他们 ZC 好了。然后我开这一台好了，因为租用机体的等级比那个我金图的等级还要低啊，而且武装并不是我全部想要的。有人说破奖还是走地道，不知道哎，没有人讲，我就跟他们走好了，因为这张地图其实我不熟。这张地图是我最不熟的一张地图，大部分人好像都是往上啊，要我往上走好了，这样就不用破墙了。嘿，哦，他们全部都要走上面吗？哦，好难上去哦。Oh my god！ 哦 ，OK， 上来了，好难走啊这条路，你们要走这么奇怪的路吗？欸，有敌人欸，被堵了，还有累个一下，哇，全面被堵欸，这样怎么办？算了，直接冲出去好了，不管他了。这样效率很低欸，其实，然后说，欸，我才，好吧，算了 ，GG 了，二也掉了，好惨的一波出动啊！惨到一个爆炸，惨到一个爆炸，一点有敌人的样子。等一下，这边是不是有敌人？哇，我被射下来了。嘿，有了，解决了，应该还有一只，可是我快死了。算，我直接往，有了，看到敌人了，拿出来。哎，我就不太会用这种。哎，可是为什么我们红队的血量比他们高啊？好奇怪哦。我们刚刚出动有成功吗？哎哦，因为 A 的关系啊，补掉了说。我先往这个方向走好了，因为他们一定会赶着抢五嘛。那么我们从这边掉下去，然后打敌军基地应该是不错的。OK OK。会直接下来。
の耐久値が残り 10% 拠点が破壊されました。快到了，快到了啊！死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啊，我们基地被爆了，惨。所以这一次真的有点惨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就顺着打吧，打不过就 KD 啦。反正这边目前楼上还算安全，我们还可以把 A 爆了。把 A 爆了，我们应该会不相上下才对。哇，现在才出 SFS。我在那个脑煞全部都已经那个了嘞，死掉了嘞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嘿，应该 OK 啦。有了有了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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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很好，第九名了。好，现在就等脑煞回复之后，我们可以开飞机去 C 了。哇，还要这么久，还要75秒哎、欸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吧。等一下吧，而且他们有三点哎、欸，三点好像有箱子，这样子的话，他们的分数应该照理讲会比我们高哎、欸，哎，是真的蛮惨的。哎、欸，一，那个，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钢弹 Online 系列的话，其实这样的洗屏是正常的，你不要说洗无意义的，比如说什么，我是大帅哥之类的，这种无意义的。如果你是提醒大家说，哎、欸，某个地方要被占了，这样子洗屏是可以的，但是当然也是不要洗太超过啦。对，一般来讲，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。这单纯就是要跟队友讲说，哎、欸，这里快被占了，赶快回来防守，这样大部分队友是可以接受的，这样，对啊。你就来 KD 小小 KD 一下吧。哎、欸，他们的 A 我们还没有打掉啊。有点惨哎、欸，然后快到了，偷偷的过去。等一下，雷达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，快，快快快快！哎，我把他打爆了，我把他打爆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 ，OK OK。接下来剩 B 跟 C， 我们还略输他们一点。如果 B 跟 C 再被偷到的话，应该就 OK 就有用了。那我们只好祈祷他们的防守非常的薄弱了。来吧，那我们下路几乎没有雷达哎、欸。我要雷达，雷达别摆在一起，又不是探测地心。真的是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上路的那个二点的雷达？真的是瞎到爆，瞎到爆啊！真的、哦、不夸张哇！这边有那个，然后飞别的地方，不要攻击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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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右边走好哇！有飞机耶！你瞎，嘿。哇，狙击真的很准哎！这个狙击真的是准到爆！我快到了，我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我直接解决他们 SFS 好了，我不知道。应该可以啊，可以，好。嘿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收好，收好。我打回来了，收好，快！如果他们守好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反将他们一军了。对，快点，再一次。OK， 他们现在要下路要雷达，那个是敌人吗？啊，不是。我军，我看一下，现在他们的上路感觉防守并没有很强，那我们走上路好了。如果他们上路有敌人来，哎，被抓到了。我看一下，这样我有没有办法？哇，他们的那个狙击能力真的很强哎、欸！敌人在哪里啊？我打这只好了。OK 了。啊，死了！
哦，第一名呢？雷达不要再堆一起，不要再堆一起了啦。没分又没用，真的很瞎。对啊，你看哦，这个雷达全部堆在一起，敌人扫到的话，其实是最外面那个雷达扫到，其他雷达根本扫不到。这样，对啊，真的很瞎哎、欸，瞎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。算了，我搭这个好了，我想去赚分了。我觉得至少我刚刚有偷到了。我刚刚有偷到的话，至少我有帮到忙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赚自己去赚分了？哎，我在想下路有没有机会可以绕过哎、欸。现在是哎，等一下，现在是下路比较多人，这敌人吗？这边敌人蛮多的，老实说，我绕最左边好了，这样应该可以偷得到啊。我的分数又再被拉回来了 ，KD 有点惨。我想要打，嘿，我只是想打防空炮哎、欸，防空炮，防空炮，有了，打掉了，打掉了，防空炮打掉了。OK， 我看到敌方大河出来了，我们要出大河吗？我觉得我们应该不太可能出大河哎、欸。我想一下啊，我现在 GP01 应该没什么用啊、我先待着好了，我先待着，我等一下，如果他们 Y 快被攻进来的话，我就用 GP01 去防守，因为现在能动的就只有 GP01 嘛，所以等一下哦。在这个界面好像不能用 Q， 好吧，等一下再说好了。我们等一下出脑煞，然后再 X， 再哇上路多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走中间往偏下路好了。OK， 我看一下、啊。OK， 然后 OK， 然后敌军啊没有扫描系统哦，啊敌军的那个补给被打掉了，哎还没，我们现在还是占上风嘛。我看看，我再去偷点 C 好了，因为他们上路现在多人嘛。等一下我看一下、喔，目前雷达来看的话，我觉得上路其实蛮难偷的。我先走上路，假装走上路，然后我再绕到右边去，像刚刚那招。等一下我看到 GP， 不是，我看到百事了，我看到补给了。我们先直走，假装要往那边，然后有敌人要攻击我了嘛，然后再往右。是的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看到底下有 GP01 了 ，OK， 目前没有人发现我，啊，可能有人发现我，只是还来不及打。转弯，再转。有看到敌人了，两只、三只、四只，往后面好了。嘿。有了有了，又偷到一点点了，又偷到一点点了。OK OK OK OK， 还有，再来一台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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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他们的 C 防守偏弱啊，所以我只要再偷到一些 C 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获胜了，就基本上不用担心死掉输掉，除非他们核弹。那个是敌人吗？那两只是敌人吗？好像是哦。等一下，他们的注意力好像都在上路跟下路，中路他们好像注意力比较没有那么集中哎。我要偏左好了，等一下我看到敌人吗？没有哎，没有哎，没有敌人哎，有地雷吗？没有，连地雷都没有，好，很好 ，OK。啊，差一点说。OK OK， 那接下来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我先走上路好了。其实这张地图我真的不熟，
所以我顶多只能走几个固定的点，然后外加守好而已。可是我觉得我很怕这样子没有办法，有点难欸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分数其实跟他们相近了，而且他们已经三个王牌了。我想想啊，这一场真的很难补救啊，没看到敌人。欸，其实我们可以从上路直接出河。我看到敌人了，欸，他死了。 OK 我看到敌军王牌了，啊，好痛啊。我看一下啊，先不理他好了。然后我觉得这边要出个补给，欸，可是没有人出欸。我想一下啊，我现在啊，下河 OK， 让大家注意一下，下面有河。哇，真的是三 ACE 耶，先赶快把它打掉啊。底下有一只 ，OK， 死了。下歪下需要雷，少死搬箱，少死搬箱。哇，我们被追上了！哇，等下谁啊？我们被追上了，这样。哇，GG。我想一下啊，我们现在如果有办法合到他们的上路 B 的话，当然是最好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办法。我看一下啊，现在的核弹还是出辅助系统算了啦。然后我开脑煞再轰一次，五分钟不知道够不够。而且他们的下路现在看起来很松，他们全部集中在上路，可是下路有雷达啦，所以我们必须那是我们的 AC。吓死我了。 OK 我们现在偏中路走看看，虽然是有雷达啦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再用刚刚那一招骗术了。先往那边有 Z 钢，不行， Z 钢不行，要远离 Z 钢， Z 钢太危险，它会飞。我先往左边偏左边走，他们左边的防守真的很高很强啦，我看到两个雷达叠在一起耶。 OK， 然后再往右边，他们这样的返回一来一回的那个就是重生必定会比较慢，如果右边有敌人的话，我们其实也可以再往左边走啊，再往左边。有了，然后再回去。我快没血了，说不能再这样绕了。不行，嘿，GG 了，没有偷到，完蛋了。我在这边再撒一点那个好了，不是撒一点啊，轰炸一下啦。最后一只脑炸了，如果可以偷到是最好啦。我们这一次换左边好了，我觉得右边他们的防守好像也变高了。等一下哦， OK， 下河注意啊，下哦，我们这样飞过去，不知道会不会被发现呢？我看到好几只 Z 钢哦，为什么这张地图这么多 Z 钢啊 ？Z 钢有点太多喽，哇，这个好痛。OK， 飞过去，哇，真的很痛。OK， 至少我轰到了。OK， 飞机来袭了，他们也要出 SFS 了。收好。 My God， 哦 my god。
作戦時間が残り3分を切りました。お前弱すぎる。等一下哦，我看到，他飞去哪了？下来了。OK， 死了。惨啊，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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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输了，彻底输了。唉，可惜啊。下路雷达很重要。唉。哇，我偷到50000呢，真的是齁。不过这一次的程度算是不错，至少因为对面好像听说是很强的降连牌，然后我们还可以打到几乎快平手，差一点获胜，算是真的算不错了啦。对啊，啊，只是很可惜啊。欸，我给他偷到50000多的那个欸，对啊，这次偷的蛮多，哇，只扣27分欸，所以。这次我的那个贡献算是蛮大的，所以系统才会扣这么少分数，算不错啦。雷达真的有待加强。我觉得他们那个敌对的那个上路跟下路的，应该说下路啦，下路的那个基地的防守其实偏弱。刚开始那两次都偷得到，有没有？就是因为我是用说，往左边，就是我偏上路的路线走，然后走到一半之后突然往下路走，他们会瞬间防守不及。虽然那个效果不是很大啦，但是还是会有点帮助。这样，对啊。好啦，那也算是打得算不错啦。我自己觉得这一场我打得算还不错了啦。对。比其他场来讲的话，这场打的算是真的不错了，偷了50000多哎，算是真的觉得不错了。对啊，我个人给自己的那个评分算是中上了啦。要是一般的话，我会给自己中下。然后我们还缺一张扭蛋券哎，超扭，真的有点可惜。好啦，算了，没关系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呢，就先暂时到这里结束啦。还是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我的钢弹系列呢，每个礼拜最少会排一集啦。那星期几PO不一定，通常是星期一，但是如果有事或者是是碰到假日啊，比如说可能像这次连假，星期一、星期二都是连假嘛，那我可能就不会排在星期一、星期二。钢弹系列我应该都会排在平日，对。那还有就是加好友的部分，顺便再讲一次好了，我好友已经满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比如说我现在要允许这个人好了，有没有好友数量超过上限我就不能加了。对，那只要有这边的好友他大概20几天以上没有上的话，通常我就会删掉，然后去加一些新的好友。但是我不会从最上面开始加，我会从最下面，因为这最下面是最先加好友的，要排队嘛，所以跟大家讲声不好意思了。然后还有就是可不可以一起玩哦？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点我影片标题底下都有一个尼亚斯观众常见问题，我都打在那里了。因为这些问题其实很多人问，那我就想说干脆打一个网站给大家看，一次回答，不要说每次剖析影片就有新的观众就回问说，哎，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玩？这样我其实也会回答好多遍，也是蛮累蛮烦的。对，那不相信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就是如果每一次都不同的人一直问你同样一个问题，你也会觉得烦嘛。对啊，所以请大家见谅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一次的影片或喜欢这一个系列的话，记得帮我个喜欢或是订阅或是分享出去给你朋友或是同学们看。那如果更多人看到我就更有动力继续抓秀，按了订阅不要再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在我每次上传影片或是开直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哦。那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